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2021越戏越精彩广东戏曲行当展演的演出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要让戏曲事业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实现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务之急是要立德树人、守正创新，抓好戏曲人才的培养。我们广东是戏曲大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非常重视我省的戏曲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越戏越精彩，广东戏曲行当展演就是这样一个立标杆、树标准的平台，加强行当建设，提高表演水平，是推动我省戏曲艺术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我省从戏曲大省向戏曲强省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昨天的靖杭专场演出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今天下午和晚上呢，由20名来自全省院团的武旦演员将为大家继续献上精彩的两场武旦专场演出，我们敬请期待。在演出开始之前，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参加本次活动的评委老师，他们是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文化表演奖获得者，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丁凡，欢迎您。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剧协荣誉主席，广东越剧促进会会长，越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倪慧英，欢迎您。广东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广东汉剧院名誉院长，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鲜花，欢迎您。广东越剧院党委书记、院长，一级演员，文化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曾小敏，欢迎您。广州越剧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广东省越剧促进会副会长、广州市振兴越剧基金会副理事长于勇博士，欢迎您。一级演员，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方展华，欢迎您。一级演员，广东戏剧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汉剧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广东汉剧传承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广东省第11次党代会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张广武，欢迎您。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秦戏代表传承人吕维平，欢迎您。端阳之夜，白素贞为救许仙，跋山涉水找到灵芝仙草，却被守草的贺童、陆童阻拦。白素贞苦苦哀求二人不听，无奈下，白素贞只好与他们兵戎相向。下面请欣赏由广东越剧院吴碧君主演的越剧《白蛇传之稻草》，我们一起欣赏。
妖孽，竟敢盗我灵芝！在斗前要你命丧昆仑，仙官啊！你若将我杀死，我丈夫便会立即丧命，还有我腹中胎儿，你出娘胎也会一命夭亡。求仙官念住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将仙草赐予我吧。由得多言。快些与我走走走！
唐代时期，同为节度使的田承嗣欲吞并薛嵩的地盘，薛嵩的侍女洪宪只身夜探田府，取走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巧妙地制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争。这出戏中女主角的名字也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洪宪女老师艺名的由来。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广州越剧院韩子伟主演的越剧《洪宪道河》，我们一起欣赏。
应官期当政。汉月明风静，夜色清凉，吹报前去夜。Thank you.
白蛇传中的稻草一折是武旦行当的代表剧目，在本场演出中呢，有四位演员选择了这出戏进行表演，这是因为这出戏文武兼备，其中下腰衔草、双剑打斗等场面都是对武旦演员真功夫的检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广东越剧院陈小贤主演的越剧《白蛇传之稻草》，一起欣赏。
昆仑山之宝，岂可轻易赐予人间？与我走。Thank you.
打交赞作为武旦的代表剧目，杨排风的一招一式都与剧情紧紧相扣。无论是以拳脚与交赞对打，还是用烧火棍与交赞的较量，都要展现出杨排风机智调皮、灵活泼辣的形象。这个角色对演员来说也颇具挑战。下面就请欣赏由广州越剧院李倩主演的越剧《打交赞》，我们一起欣赏。
你还是回去劈柴烧火去吧。此说你我二人比刀，唔好；对枪，唔好；打拳，都唔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咁你我二人点样避事啊？
扎扎扎。感谢演员们的精彩演绎，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展演采用的是评委老师们现场打分的形式进行评选。下面我公布一下目前为止演员们的排分情况：吴碧君97.23，韩子伟96.97，陈小贤97.62，李倩97.31，钟慧97.63。与多数武旦戏不同，《稻草》一折中为表现出打斗中白娘子被迫应战又无心恋战的复杂心情，她的开打需要讲究文字，每个动作都力求优美文雅，在动作中展示人物情绪，强调武打的舞蹈性。下面我们一起欣赏广州越剧院黄子英主演的越剧《白蛇传之稻草》，一起欣赏。
我姓曹哦，姓官嘛，只因我父身严重病，危在旦夕，因此千辛万苦前来求取灵芝一叶，还望姓官赏赐。灵芝乃昆仑山之宝，岂可轻易赠与人间？仙家素以慈悲为本，因何你坐视不救？嘿，若在斗前要你命丧昆仑，thank you。
唐朝年间，王允篡位，薛平贵回转长安，代战公主在临别前赐金陵歌与薛平贵，自己带兵驻扎在三关之外等候音信。下面请欣赏深圳市越剧团有限公司文慧主演的越剧《代战公主》，我们一起欣赏。
平安，使我放心不下。且他今灵甲，若有难事，将甲放回。如今你见金陵甲回，尚不是大王安然无恙？好，今天天气晴朗，正好下山射猎，有此马达刚好。大马高啊，爱先。公主有令，大马交爱。
冲屌王王丞相之命，追杀薛平贵，捉五只骨，追杀薛平贵，去也。下面将要演出的剧目取材于《水浒传》，讲述了宋江引兵攻打祝家庄，女将扈三娘前来援救，
与梁山好汉一番憨斗、擒获王英的精彩故事，请欣赏佛山越剧传习所陈思怡主演的越剧《扈家庄》。
启禀姑娘，王英讨战，在他得令。之名攻打胡家庄，众兄弟走。庄联盟与我梁山作对，我今日要将胡家庄打歪平地。王英，好策子！胡家气昂昂。看着，哎呀！Oh,
哎，下面这出戏是武旦传统剧目中武戏文唱的代表，它要求演员在把握武戏的重要技巧和基本功的基础上，借鉴文戏的表演方式来更加细化和丰富武戏的演绎。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广州越剧院吴非凡主演的越剧《白蛇传之稻草》。Thank you.
甚是可怜，为是这灵芝麻，乃是仙家芝麻，不能相赠。你凡是下山去吧，仙家下山去吧。
杨宗保战死沙场之后，杨门女将再次出征，穆桂英为先锋来到葫芦谷，途中遇到一个聋哑的老者，多方询问之下，老者将隐藏的栈道告诉了穆桂英，依此栈道，穆桂英与宋军里应外合，一举赢得了这场让北国出乎意料的战争。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广东越剧院严金凤主演的越剧《探谷》，一起欣赏。Oh!
人来此时交还封。出参三刀。是。禀少夫人，云雾重重，战斗难赢。云雾重重，战斗难赢。若参山道云雾迷，山道在何山岭？事不与我。元帅也在此下马，进入羊肠小路寻找栈道，引路得来。是。大雾弥漫，道路难寻，这便如何是好？当日元帅如何寻得栈道啊？当日元帅也是在此迷路，却如一采药老人。由他带路，才寻得栈道。当日在此相遇，今日还得重逢，分头寻找，再作道理。是。用那何装聋白啦？嘿喽！
彩月胆何大？为何人前怯又惊？莫受邪精无从应，请应娘家仗义兵。哦，银子不浪，牙齿不假，列为将军啊！贼兵到此，我不出声，杨家将尽散，亲又亲啊！敢问呢位女将军是？杨元帅夫人穆桂英。原来就是当年大破天门阵、四海闻名的穆桂英，请恕老汉有眼不识泰山。为何不见那杨元帅啊？杨元帅他绝功从前，为国离去。杨元帅啊，你果真是杨门忠烈啊！敢问吕将军？可是为寻赞道而来，正是为寻赞道而来呀、啊！去我来，好了，观众朋友们，期待的时刻到了，我来公布一下刚才演员们的得分情况。黄子英97.2，文慧97.78，陈思怡97.08，吴非凡97.92，应该是最高分了。严金凤97.87分。来，演员们上场。有好戏相伴的时光呢，总是过得太快，相信大家兴致正浓，意犹未尽。今晚还有同样精彩的武旦专场第二场演出等大家来看，同时我们将在今晚的演出结束后见证十佳武旦的诞生，敬请期待。观众朋友们，今晚我们不见不散。有请评委老师上台和我们的演员们合影留念。